那已经完全梳妆打扮好了，然后嘞，我现在只能在房间等，因为过礼的时候好像是不能出去迎接新郎的。然后我听到他们全部已经在外面很吵了 ，so yeah， 我老公他们现在已经到外面了，耶、yeah, ，小紧张，他们已经来了。去阻挡这一切的亲密，这感觉太奇异，我抱歉不能说明。我相信这爱情的定义，奇迹会发生也不一定。不要的清晰，也许飘来好消息。一切新鲜，有点冒险，请告诉我怎么走到终点。没有人了解，没有人像我和陌生人的爱恋。我想我会开始想念你，可是我刚刚才遇见了你。我怀疑这奇遇是个局。我想我已慢慢喜欢你。